小时候，最喜欢一个人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吹着海风，听海的声音。离开这个海边小村已经十年了，阿嬷还是坚持一个人住在老家。她说，已经习惯这里的环境，没有办法搬到都市里生活。家这么水，听恁爸爸咧讲，讲你要含人去驾船。哦，我是要去打驾船的实习，两三个月就会当来一届啊。啊，查某囡仔含人去驾船是介艰苦呢。阿妈，即摆驾船甲较早无同款，环境好真多，然后真侪查某囡仔。李小米。阿公。哈哈哈！好久不见哎，好久不见。这片海，你从小看到大，海都没有变哎。我离开这里太久了，真的很舍不得阿妈，还有这片大海。你呢？过得怎么样？我，高职毕业，刚退伍半年，就回家帮忙种芒果啦。啊，你呢？我现在在海事学院学航海。海事学院，所以你真的想跑船啊？我们最近在准备一个一等船副的考试，等到明年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船实习。下次你看见我的时候，可能就要叫我船长喽。加油！不好意思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每天在瞎忙什么，这是我留在台北想要的生活吗？未来呢？加压以后的高压油管送油出去，没有被加压的燃油从这个回油回到回头管。拆装的所有零件我都要放在这个盆子里面。这个学期结束，我就准备到船上实习了。接下来我的人生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吧。哦，利宇不错哦，通过一等人机员考试了。没有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同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同学。KM Marina ETA 1406 is copy. Pilot, we are boarding on arrival. Pilot, boarding on arrival.
for me and thank you. 068. Slow ahead. Slow ahead. Slow ahead, sir. Thank you.这边是文具部的大管轮，这也是你的主管，希望呢你们在船上面好好学习，才可以成为正式的船员。因为我们就观察一些海兽，然后打扮这些仪器会帮助我们这三台呢是这样，然后在这上面小注意 CPA 不能小于1.3海里，就是最短的距离，那这个是电子海。现在 GPS 上面观察我们的经纬度，然后在海图上面找出它的正确位置。这是哥本哈根，在丹麦最有名的人鱼雕像，冬天的时候。波特兰，我最喜欢这个地方。旧金山，大富，来，嗨，林小米，你看，旧金山。哎，大富，你用自己手机啊？是啊，现在通讯很方便啊。进港停泊的时候啊，只要手机收得到讯号，不管是上网或打电话都没问题。而且进港航线的话，平均2-3个礼拜就能够回台湾一次，停泊的时间至少10个钟头以上。如果你是住在基隆或者是高雄，回去看看家人还挺方便的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的宝贝儿子。哦，好可爱哦。我已经申请转调岸前了。这次航程结束之后，我就会回到岸上去工作。那你们要加油了。女生当船员应该很辛苦吧？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，再怎么辛苦也值得。真羡慕你，一直都有梦想。啊，对，我一样东西一直想找机会还给你。怎么会？那我找超久了哎。你到学校行政大楼前啊。谢啦。男朋友送的。嗯。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海边，每天面对的就是像这样一望无际的大海。因为我爸跑商船，很少见到他。这个就是他有一次跑船回来之后送给我的纪念品，我就这样每天带着当成我的护身符。只要我想念他，我就会一个人到港口去看看海，看看船，吹吹海风。我从小的愿望呢，就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我爸一样在船上工作，航向大海，走向世界各地。爸爸在船上吗？没有，他3年前转案情了。你呢？我？怎么会想当船员？因为我想当航海王啊。你是说鲁夫吗？我大学念了5年，有点混。出了社会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。然后嘞？然后就转换跑道啊，回学校念轮机工程。除了追求自由以外，我希望在船上的工作可以让我找回自信心还有成就感。等我当上三管以后，
应该可以存一点钱吧？一定可以的啦，加油。嗯，你也是。亲爱的爸妈，船刚到日本，在船上实习，转眼已经半年了。船正要离开横滨港，又当上爸爸的大副学长，已经转调到陆地上工作了。哦，对了，下星期六船会回高雄港，我会回家住一个晚上哦，很想念你们。还有啊，经过这段时间，让我更加确定。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像爸一样，航向大海，游遍世界。哎，我没开车。哎，林小米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来报道啊。你该不会？爸，谢谢你让我实现航海的梦想。